技术分析点样配合行动式投资学习法？我哋学员会透过模拟实习户口，运用100万自我实习，由罗 Sir 教你投资过程嘅每一步、每一个分析技巧同埋每一个策略部署。想体验下行动式投资学习法嘅好处？咁就快啲嚟报读技术走势初级进阶合成班啦！好快有新班开课，欢迎网上报名，留意翻以下嘅开课日期啦！资财 TV。港股走势话你知，今天嚟讲系2018年9月13号。嗱，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内容，记住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俾个 like 我哋，嗱，同埋可以免费订阅添嘅。好啦，讲翻大市走势先。嗱，由于咧贸易战方面咧有谈判空间，所以今日恒指方面嚟讲咧就大幅高开，嗱，高开咗咧453点。嗱，之后走势咧略有回吐，直至1:12，嗱，咁啊再一个进一步做好，嗱，升幅方面咧都扩大咗嘅。全日波幅嚟讲咧，有365点，恒指收市报27,014点，上升咗咧669点。嗱，成交方面增加咗嘅系1,064亿。嗱，现在市场嚟讲咧，有时大升大跌，嗱波动都比较多。咁用咩工具做买卖好咧？用期权方面咧都唔错噶。嗱，期权方面嚟讲，如果你要博嘅阶段嘅，最简单 long call long put， 嗱呢个最简单嘅。如果大家唔识，留意呢个班啦。期权赢家训练班嗱嚟紧咧，9月21号嗱礼拜五开课噶，要报名做些少啦。嗱，后市点样变化？先睇翻图表先。今日嚟讲系2018年9月13号。嗱，今日恒指方面嘅升幅咧，相当之好，嗱升咗669点。今日收市价方面系27,014点，嗱上翻27,000点嘅水平。今日以阴阳烛计，这个阳烛咧都几靓。嗱，咩靚咧？我哋個名叫做係陽光頭收盤線，陽光頭收盤線，即係話呢個嘅陽燭，佢嗰個收市價咧係高收，嗱個收市價係高收。咁我哋形容嘅走勢嚟講咧係強勁嘅，咁有機會咧進一步做好。不過要留意一下再上嘅空間究竟幾多度咧？嗱，我哋睇下嚟緊嘅支持位同埋阻力位咯。嗱，我哋將兩個高點連埋佢，好呢度連埋佢，我哋形容一個咧叫阻力線。好啦，將個低位連埋佢。我哋將個低位連埋去，好咁樣，咁樣呢、這個我哋叫支持線。嗱，所以近期嚟講咧，個市回落嚟講喺個支持線裏邊咧都有個反彈嘅。嗱，到呢個支持點再反彈。嗱，昨天嘅情況，咁我哋話現在支持位幾多咧？恆指係26,174点，26174。好啦，阻力位方面幾多咧？係28,308点。23,308，嗱，暫時嚟講咧，會喺一個下降通道裏邊咧，作一個上落嘅。好啦，咁你話個別股票裏邊有冇邊只留意下咧？有嘅，我哋睇呢只1113，好，1113長實集團。嗱，今日嘅收市價嚟講咧，57.7，嗱，升咗咧2.09蚊，升幅有3.7%。成交方面嚟講咧，有4,4500万。嗱，呢只股票裏邊有咩優點咧？嗱，留意下呢度，之前走勢由高位跌咗落嚟。呢度嚟講咧有個雙底，嗱雙底或者我哋形容咧叫 W 底。咁好啦，我哋話呢個嘅雙底，如果要突破嘅邊一度或者突破點咧，我哋留意翻呢度，嗱喺個雙底嘅最高位呢部分，嗱呢一個，咁呢個位方面咧係58.25，58.25。換句話講，我哋要等一等啦，嗱等多一天，如果聽日嘅收市嚟講，呢個嘅長實集團可以高過呢個價位58.25，咁呢個雙底位叫 W 底咧就升破咗啦。嗱，咁有機會咧進一步做好。嗱，咁所以呢只股票嚟講咧，現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咁你話目標幾多度咧？嗱，目標預翻呢度，嗱預翻呢個狀況，咁大概咧64蚊到嘅。好，咁大家留意一下1113長實集團啦。期權嘅投資技巧，嗱，其實期權方面嚟講咧，可以分兩部分嘅，一個簡單嘅方法。嗱，我哋簡單嘅意思咧係講單頭嘅買賣。譬如一啲嘅 long call long put， 即係買入認購、買入認沽，或者啲 short call 同埋 short put， 嗱沽空認購同埋沽空認沽。嗱，而一啲合成嘅策略嚟講咧，我哋形容就話有幾個期權嘅組合加埋曬嘅，譬如一啲嘅馬鞍式組合、納粟式組合，或者一啲英式、蝴蝶式等等呢部分。嗱，咁現在嚟講咧，講啲簡單些少先啦。嗱，依家嚟講，如果大家想博一啲嘅突破，兼及想博高回報嘅，通常嚟講咧，如果以升市形容，我哋會做認購嘅。咁同埋價外認購添，嗱價外意思就話個行使價咧係價外。嗱，舉個例子，今日恆指方面收市價咧係27,014点，
如果你做一個嘅恆生係27,400點、27,800點嗱做認購嘅，咁呢兩個嚟講咧就叫格外嘅行使價，嗱叫格外期權，嗱當中期權金咧係會平啲嘅，不過咧個風險會大些少。嗱，如果中意博一個嘅高回報嘅，就會睺呢啲叫格外期權嘅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話大升大跌捉唔到路，即係知道大升或者大跌嘅，啊發得勁嘅，咁有時用嘅方法就話一啲嘅買入馬鞍式嘅策略，買入納縮式嘅策略。嗱，咁呢啲嚟講咧，又做一啲 long call， 又做啲 long put。不過一定個市咧，要變化好大，嗱上落好大先可以噶。如果大家唔識咧，留意呢班啦喎，期權贏家訓練班，嗱嚟緊咧9月21號禮拜五夜晚開班噶，要報名早些少啦。好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